那个声浪真的超绵密的。Neo Cafe， 哇，超帅！然后欢迎来到未来的感觉。啊，对，大哥，我刚发现，TCS 上是起步，它就这个又洗掉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啊、所以代表已经是做动状态了，已经在。对，它就是有在做动，就等于说它有做动之后才去衡量。那其他的仪表界面，我按这边。对，从这边去做切换。哦。所以这里的话就是可以有我们的油耗资讯，平均油耗跟那个即时油耗的部分。哦。那右侧这里就是我们的里程。对 ，A 里程、Total 里程、B 里程，那它还有一个是数位的转速，数位转速，所以你有两种转速，你可以去看。哦、对，这边可以去做切换，这样，这是我们这个的仪表总成。哇，真早，这仪表看就很好看，太阳光底下都还看得很明显。对啊，很明显哦，因为它辨识度很高。对。就说，哎、欸，会不会辨识度不高啊？会不会平板这样子不清楚？对，真的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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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，哎、欸。其他跟上一代的差别在有看，头灯有差，然后哎，悬吊前菜，对，主卡的部分，然后包括说我们的那个三角台的材质有做更换，有做透气，对，然后引擎的部分就是我们的进气的角度这些有去做更换，那个扭力值会出现，啊转速这个总转速又比之前上一代又往后再延伸，哦对，低转真的很有力，真的有力。跳脱一般650的感觉哦，一般要拉很高转那个扭力才会出来，好像2000转，我刚看到一直冲。哎、哦欸、，R 版才有冲压进气。对，街车版的是主要是装饰啊，因为街车本身的散热就非常高，所以它是装饰款，让它更有肌肉感。对，那请问 R 版的制程多大？可能要到五月份的时候，五月份才会通告，因为车子还没到。好的，谢谢。那边有一台拆内部的。哦，这都是新车要安装的，安装配件，准备要交车了。哦，真的很好看耶！两个，对啊，两个机，看体积也差不多，1000跟650两个差不多，轴距差不了。对，一样的霸气。CB650R 跟CB1000R 哈，任君选择，欢迎来台中本田，目前有 CB650R 的四成啊，五月应该会有 CBR60R 的四成。好，这是今天宣仔跨看看哦 ，CB650R。